风景区清水地热23号上午才刚开园，250个停车位就瞬间被停满，人潮众多，温泉区也紧急广播宣导，要民众保持好社交距离，戴好口罩。在园区内，请与他人保持安全社交距离。县府广播要民众保持1.5公尺社交距离，全程戴好口罩，但是县府在说民众干母雷天啊。大家玩得开心，连防疫也变得松懈，随处可见民众围成一圈泡脚或是并排煮鸡蛋，广播宣导似乎没宣进耳朵里。23号一早宜兰出现难得太阳，民众纷纷出游，清水地热，人潮爆满，开园才2个小时，250个车位就被停满，县府紧急改采车辆一出一入进行控管，只是车辆管得住，民众行动实在难管，到了拍美照时间，口罩还是拿下来露出微笑。目前不会，因为其实进来的时候大家都有戴口罩，所以还好。口罩都有戴。还有酒精，酒精也随身携带。疫情升温，政府提醒民众不必过度恐慌，但也不可掉以轻心。记者宜兰综合报道。